阳光穿过黑夜，黎明悄悄划过天边，谁的身影穿梭轮回间，未来的路就在脚下，不要悲伤不要害怕，充满信心期盼着明天，新的风暴已经出现，怎么能够停滞不前，穿越时空竭尽全力，我会来到你身边，微笑面对危险，梦想成真不会遥远，鼓起勇气坚定向前，奇迹一定会出现，新的风暴已经出现，怎么能够停滞不前，穿越时空竭尽全力，奇迹一定会出现。今天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地球是否也会随之发生巨变呢？相继出现的怪兽以及巨人的光临，这可能是给过分沉迷于和平的人类的一个警钟。这个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巨人，听说你们把这个巨人叫迪迦奥特曼。巨舰队长，这个奥特曼是不是我们人类的朋友呢？有没有可能他会对我们人类产生威胁呢？迪迦奥特曼他拥有我们人类无法理解的力量以及思考方式，至于他是从哪儿来的这个问题呢，我们胜利队正在调查，但是我们一致认为奥特曼的出现是为了保护我们人类的。是这样啊，谢谢您今天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采访。我们队长还真上镜啊，好漂亮啊。我上电视的话也会很好看的，有没有听我说话，大古队员？我觉得有点不对劲。我告诉你们，地球马上就会重生，神圣的火焰将把一切污秽烧得一干二净。哈哈哈哈，这恶心！他在说什么呀？基里埃罗的人将统治地球，我马上证明给你们看。救上去吧！快点！有人通过远距离控制把灵魂附在了主持人的身上，全体人员进入一号戒备状态。知道了，小心点。什么？就是证明。狙监会队长，在参谋会议上有人提出意见，他们认为那个巨人，也就是你说的迪迦奥特曼，会不会成为地球防卫的障碍呢？你在电视上说出那么轻率的话，觉得妥当吗？轻率？我不认为自己轻率，那是我通过对奥特曼的行动观察后得出的感受，而且我有相当的把握。把握？我看这是女人的直觉吧。警务局长官，居间队长是实施和外太空生物交涉计划的负责人，所以我觉得应该尊重队长的意见。靠这种直觉就能够担当得起保卫地球前线的任务吗？我以前就说过，我一直很反对解散我们的地球防卫军。虽然现在是和平时代，但说不准哪天某个国家就会发动侵略战争，这根本是不同的问题。你们先不要吵，现在最重要的是那个发出侵略信息的吉里埃罗的人，我们应该怎么对付他？
天哪，威力够大的，整栋楼都没影了。现在不是欣赏的时候，幸好这大楼还在建造当中，否则炸弹扔进有很多人的大楼的话，不是炸弹，炸弹造成的爆炸痕迹一点也没有。你说什么？指挥，请回答。知道。他说那不是炸弹造成的，我想可能通过远距离施加了某种力量，集中监测卫星的频道观察。我马上向宇宙开发局申请。队长，我看你还是休息一下吧。没关系，看来这得花些时间呢。谢谢。别那么大声，我来这里只想跟你说几句。你是吉里埃勒的人？我是一个预言家，负责传递信息。吉里埃勒的人到底从哪来的？应该先自我介绍，这是基本的礼貌，不是吗？真不愧是胜利队的队长，很有幽默感。好吧，请你先向吉里埃洛的人表示敬意。首先从你开始。为什么找上我？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，如果你现在不代表地球人类在这里向吉里埃洛的人表示敬意的话，接下来就是 K。 你不能这么做。神圣的火焰可以烧尽所有的污秽，但是这有办法可以阻止，你就能办到。别跟我开玩笑。你愿意吗，居监会队长？你愿意表示敬意吗？真可惜。那个男的呢？男的？没有人从你房间出来啊，怎么可能？ K 一地区敌人队员，现在立刻发布四号警戒令，派遣胜利飞燕号。京城队员，请立刻飞到 K 一地区。明白。把 K 一地区的影像找出来。是。系统，大都市警察，请核对这个指令。什么预言家？爆炸的原因到底是什么？
查出来没有？目前我们正在调查敌方的攻击形态。你还有时间调查攻击形态？不赶快反击的话，会出现更多的受害者。你们队长呢？板桥光雄，启动系统 TPC 代号00261，胜利队队长居间会。欢迎光临大都市安全系统。我想知道这房子的主人的去向。房子的主人名叫板桥光雄，他的资料已经3年没有更新了。为什么？板桥光雄在3年前已经停止生命活动了。太好了，就是这个宇宙开发局吗？请立刻恢复监测卫星的频道，在地下。原来你是基里艾罗的人。为什么找上我？因为你想承认那个家伙的存在。哪个家伙？我们吉利埃洛的人早在他来到地球之前就已经来了。他比我们晚到，居然那么猖狂，我们无法容忍，你懂吗？队长小心点。你没事吧？谢谢你。不是禁止单独行动吗？告诉你们最后的预言吧。最后？也就是你们还能活着的时候听到的最后预言。神圣的火焰接下来要烧到的地方就是这里。你说什么？知道了，大谷队员，队长拜托你了，把巨大能源都关掉。野瑞，我们的有效装备有多少？不知道，不过能够到达地下的看来只有电磁波了。决定队员，马上把微波炮装到胜利飞燕1号上去。明白。新城队员，你驾驶1号机，丽娜队员跟决定队员驾驶2号机支援新城。明白。这栋大楼可能会爆炸，队长。我不要紧，赶快协助居民避难，快去啊！掘井队员，请指示发射微波炮的目标位置。等一下，我现在正在解析那家伙的动态。快点，大家小心！快，快，速度快一点，快点！快，往那个方向！快，动作快一点！快！我找到他了，目标在33号点，就在十字路口那儿。知道了。新城队员，你只有1次机会，而且突破的时间只有0.3秒。好，看我的，一定会打中他。啊！
快快点，大家往那个方向疏散，快快。攻击地点是33号点，大部队员听到了吗？等一下，现在还在疏散，快等快啊，我们的攻击机会只有这一次，快速度快快点，大姑拜托你了，快啊，这里很危险，快点，快来不及了，快点动作，快点，快快，避难完成，好极了，等着你，你打算当这个地球的保护神是不是？你不觉得太可笑了吗？那里的那个人是谁啊？在你这个巨大的身体出现以前，这个地球上的人类就一直在等待吉利埃洛的人来领导他们。你的存在是多余的，我要让你看看我们吉利埃洛的人的力量，让你领教一下我们吉利埃洛的人发出的光芒。这就是吉利埃洛的人的原型吗？有可能啊，连他的身体为了和迪迦奥特曼的相匹配整个变大了，他要向奥特曼挑战。去把队长救出来，you
相信你一定会保护我们地球人类的，求求你站起来吧！来的呢？这依然是个疑问。他对迪迦奥特曼的挑战以失败告终，但是说不定在我们当中依然还有吉利艾洛的人潜藏着，只是还没有现出原形罢了。地球上的能量资源不断地被掠夺，宇宙怪兽的锋利爪子正在逼近迪迦，危险地球！欢迎收看迪迦奥特曼的下集，再见了地球。